看，开开心心去唱歌，没有想到会遇上火警。云林西螺一间三层楼的 KTV， 在昨天晚上将近9点的时候，突然有火烟窜出。详细的状况，我们来看警消怎么说。火点啊，是在2楼。你看我们这边每个包厢嘛，都厨师确认过哈，都将这个火势完全做扑灭。好，可以看到这个现场是烟雾弥漫哦，也幸好昨天发现的早，所以有相关人员赶快通报消防局，也顺利的救出一名女子。嗨，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吧。